还未相信犹太，便能轻松拿下这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犹太。这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一把小说家。哎呦，白接白描啊，应该不需要。我这边以为他不是需要，结果他需要。哎呦，这个下一段真卡模啊！那不过我感觉啊，这咒术是六鬼，哇，六红点还是蛮简单的。他飞过来，我就吼，这边看一下，飞过来，好，飞过来，可以的，也是吼一下啊。然后这边的话是进板子，然后再盖板，然后再一两口。哎呦，我的心率还降了啊。那没关系，在这边的话再盖板哦。你飞过来我就盖啊，你飞过来我就那啥啊。你看我们这完全就不紧张了。然后的话，他在飞，就等他猴子啊。就这边就等他飞过来，咱们再交火，就有点语无伦次了。来不来？来不来？好，没关系，飞过来飞。哦吼，飞！哦吼，飞！哦吼，啊，这边好闪好了，但是这边被抽到，哇，非常耐操。没关系，我们在进屋啊，进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，他的话还想拦我们，但是自己一定要看啊。哎，不要着急啊，一定要看预判的位置。飞过来，好，没关系，都闪现了，他闪一半，被打断了，我靠！不知道有没有闪出来？没闪出来。没闪住啊，没关系啊，咱们继续跟他绕来嘛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还有一只猴子等着你飞过来。好，没关系，闪不闪？哦哟，他在等我飞，哦、他飞过来，他不舍得闪，我那么感觉距离不够，我给你吼够一下。吼完之后，哎，这边绕一圈，然后这边翻板，哎呦，他有点着急了，哎呦，然后就跟他转来吧，快点。哎，大哥，你赶紧休息啊，大哥。拉的，对。那这五十六红蝶刚才搬我六的，他飞过来吼一下，飞过来吼一下，还是蛮爽的，哥。他可能有可能会震慑，我靠，他会骗我，哥。我靠，我靠，这红蝶就心甘情愿让我吸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情。抬手后来不及啊，以前可以、这个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可以抬手后的，但是后面猴子有延迟的，你知道。以前是可以秒猴特别讲究，跟飞轮是一样的，特别讲究技术，但是很强，你知道，非常强，我靠，你抬手非常强的，非常非常强。